大家好，早上太早了，今天早上来吃个泡面，跟老婆两个一个个哈，想泡起。毛巾给我端过来哦。要的。你吃的啥子程度？太得的了，跳得的喂。泡面泡起来哈，要等五分钟。我每天早上都是五点半准时到工地上，可能很多人不相信。他说哪里这么早哦，在工地上去偷人家的哦，偷这个哟。说老实话，真的是我们在工地上哈，特别是做包工的，特别的早。以前我们做泥瓦匠的哈，要提前来搬砂浆，小工那些啊拉砂浆，师傅来了，一没砂浆，那不是就要等。等上个一两个小时的话，那一天上午就做不到好多活路，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昨天早上前辈包蒸馒头也蒸了，才开门，他说哪里这么早哦？我们还得蒸了，都还没蒸熟，所以今天早上就吃泡面哈。不管啷个说呀，早晨我们干活的人呢，都要多少都要吃一点哈。好好了，好了，可以切掉了。我们一眼过去疯了，老子！哎，你切得了？切早饭没有？开了的，开了的啊！我才打的泡面，你看嘛。开车的我不，我烤的，我烤的。哟，这个泡面不辣哈，是清淡的。看嘛，六点过结婚，那师傅们都过来了。工地上只有我们做灰浆活路的哈，粉刷外墙啊，又在弄的啊，所以说来得早。像那钢筋工啊、木匠工、木工啊，他们都没有我们来得早哦，因为他们不准备材料哈，我们要准备砂浆那些。嗨，哎，耶，哎，冬日的嘞，哎，我抬头啊，耶。哦，哎呀，我好久都没看到你，是啊是啊是啊，哦，亚弟亚弟，我那切个泡面没切早饭呢。我找个地方。亚弟亚弟，你过一路嘛，亚弟过年给租个吊篮，等我一路哎，我要跟农子说哎，啊。我找不到。来，等我把泡面切在的。可以啊。我把泡面切在，你把一身饭都把一会儿加上去就是了。嗯。是这个地方，职业妇女。哎呀，哎呦，那个我一提昨天那个伙伴没来。七点，至少七点到八点。这边是保安室哈，保安都还在困瞌睡，他每天早晨要天亮才彻底起来。可能很多人呢，早晨五六点钟啊是最困瞌睡最香的时候。像我们在工地上，每天早晨呢习惯了就是一样的。赶快吃完再跟老婆泡一桶过去。他在拌砂浆嘛，因为小工哈，首先第一个要拌砂浆，拉砂浆，好嘛？师傅们都来了，天还没亮。快点泡面，你烤在哪里？我现在切得到哟。好嘛，早晨就是忙，小工的拌砂浆、拉砂浆，天一亮啊，师傅们就开始干。拉吧，拉进去吧。我们工地上每天就是起早摸黑。每天十二三个小时在运转了，早晨来忙了一个小时，小工砂浆拌起也拉上去了哈，我们开始干活了，好，再见，拜拜了哈，干活干活，今天跟一个老根儿又一起干活了，有好多人都没在一起干活了，是不是？是，哎呦我死，吃完烟了，不要我死，是啊。好，开始做哈。